主要是通过这种平地，还有上坡的助力，还有下坡的一个阻力。一方面呢，是给我们行走增强一个辅助；另外一方面，同时也保证你在使用这个设备的时候，安全性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充电大概在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能用的话大概是在8个小时左右，都能走20多公里。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款设备呢，是上下肢主被动康复训练机器人，它的主要用途呢是在我们的康复中心啊，也就是我们的医院啊，还有我们的社区啊，还有我们的养老院，对于我们的存在一个脑卒中患者的身体运动功能障碍的这样的人群进行一个康复训练用的啊，它需要。在使用的初期呢，需要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一个使用训练。但是它的操作相对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做的这些设备呢，实际上最大的意愿呢，是希望老年人能通过使用我们这样智能化的这样的一个设备呢，提高他的生活质量。